我是个偏执狂，谢谢你们无私的包容，让我可以诚实面对自己的身体，并在追逐梦想的过程里找到平静。而我在历史大洪流里微不足道，我只想在爱我的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印记。张婷婷说，亲爱的，不管你是在我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走进我的生命，我希望你会记得，我在面对事情时都是先以正面去思考，因为这就是我人生的坚持和态度。所以我很执着的去做人生的每一件事。共勉。广志公布后引来广大亲友的不舍与沉重，有网友留言美丽善良的天使，老师您的善良热情大家都会知道的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我们永远记得你的勇敢坚持与美好的一切，谢谢你。愿那份美丽与坚持在